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you're listening to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on Chinese Pod. I'm John. Hey, 我是徐州, David. Hey, David, what's up? 我在玩游戏呢。 对,今天的游戏是... Warcraft. Okay, 魔兽是吧? 魔兽争霸。Okay, 那在中国是那个魔兽世界很受欢迎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有吧, 魔兽世界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游戏, 然后还有一个魔兽争霸也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游戏。 那你说的是 Warcraft 3是吗? 嗯,对。 OK,那我们今天的对话是说... 我们今天的对话呢,比较有意思。 一部分的呢,是说魔兽争霸3。 OK。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讲了一点那个魔兽世界。 后面就是说World of Warcraft。 对。 OK,那我们听吧。好。冲啊! 冲啊! 兽人总攻开始了! 你当我的箭塔都是假的? 我都升到顶级等着你呢。 我的牛头人血多, 才不怕你。 暗夜精灵, 快派你的兵出去打, 他的大部队都在我这儿呢。 好, 哎呀, 不好了, 兽人打到我这边来了。 哟, 厉害的嘛, 同时攻两家。 嘿嘿, 跟我比, 你们还嫩点。 啊, 我的英雄死了。 你个菜鸟, 下次不和你组队了。 他的剑圣怎么那么强? 哈哈, 你的大法师魔法值已经用完了, 让我的剑圣再给你来个分身。 啊, 飞龙和投石车也来了。 哎呀, 认输, 我退出。 耶! 哎, 你们魔兽世界玩不玩? 听说很不错的。 不怎么玩, 我觉得还是联机的刺激。玩魔兽世界还得另外花钱买点卡，而且听说国内运营的不好。是啊，服务器老是宕机，而且盗号也很严重。不过玩的人还是很多的，我朋友说他靠那个网游赚了不少钱，都是卖装备卖号赚的。我靠，那你的朋友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网络民工啊。谁知道啊。 哇,今天很多生词啊。啊,是啊。语法内容比较少,就是词。嗯,和这个游戏有关的词。好,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兽人。嗯,兽人。这个是哪个兽?就是那个禽兽的兽。OK,beast是吗? 对啊。OK,那这个是orc的意思。 嗯,是的。我想问的是那个指环王里面的那个orc也是... 我们也叫兽人。都是兽人。诶,是的。那这个orc的说法是通用的是吗? 嗯,是的。OK。 兽人怎么样了? 他们开始总攻。 那总攻, 这个攻是哪个攻? 是攻击的攻。 Okay, attack 是吗? 对。 那么总攻是一个 like military offensive, a massive attack 是吗? 对, 就是有点决斗的意思在里面。 Like the final offensive。 对了。 Okay, 那总攻是一个名词, 对吧? 对, 是一个名词。 那么攻击呢? 攻击的话是一个动词。 Okay。 就像在我们的对话的当中部分啊，有一句话叫做同时攻两家。那这个攻也是这里的攻就是攻击的意思，就是动词。OK。嗯，知道你有没有玩过这个魔兽争霸？有啊，但是很久以前啊，我也是最近都不怎么玩了。但是我记得里面有一些建筑啊，都很有各个种族的特色嘛。啊，对，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比如说是箭塔。箭塔。嗯，那这个箭是arrow。 对啊，就是arrow tower是吧？对，那这个箭塔怎么样呢？这个箭塔都被那个玩家升到了顶级，升到顶级是吧？对，那这个升就是升职的升。嗯，是的。然后顶级就是the highest level, so level all the way up. 啊，对，升到顶级，没办法再升了。OK，那这个就是游戏里面用的，不是什么工作当中可以用。工作中，如果开玩笑的话，也可能也会用吧。啊，OK。 但是有这个游戏味儿是吗？对的，对的。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有什么一级、两级啊，你可以一点点升嘛。对对，嗯。OK。其实啊，我记得我以前玩魔兽争霸的时候，我好像最喜欢用的种族还是那个兽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酷啊。
因为里面有牛头人啊、cow head person 是吗 cow 他叫 Torin 好像啊，对了是 Torin 对然后他的血多是吗哎，因为身体很壮很高大那在中文里面你们说 life 说 blood 是吗血哎，血特别是在游戏里面 OK 就是快没血了血很少血很多对 OK 那除了兽人以外还有人还有什么记得还有那个不死族啊，还有一个叫暗夜精灵 OK 不死族是 the undead、嗯、然后暗夜精灵是 night elves night elves 对 OK 我们对话里面呢有一位玩家他用的是那个暗夜精灵这个种族嘛、嗯、然后他跟另外一个玩家说他的大部队都在我这儿大部队嗯，大部队部队是 troop 对吧对了那大部队是 big troop 可以这样说一般我们说大部队是指比如说大部分的部队或者说他部队中的大部分、OK like you organize your troops into one massive offensive and maybe you have some smaller teams as well OK、嗯、明白嗯，好的好大家听完对话应该发现啊，其实我们对话中有一位玩家非常厉害啊，为什么因为他同时可以攻两家啊 OK 两家是吗嗯这个家是就是玩家的意思啊 OK 其实我想了一下在我们中国人玩的游戏当中这个家还是经常用的你是说电子游戏不光是电子游戏吧比如说玩扑克牌的时候啊还有玩麻将的时候啊上家下家都是家对都是家 OK 嗯好那个很厉害的玩家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还嫩点嫩是吗 tender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啊其实呢这个嫩呢还不是怎么很正式的一个词啊哈嗯就说你们很 weak 是吗那种感觉对有这个意思然后还有那种 amateur 就是很业余我知道中文里面你们经常说女孩子很嫩是吧啊有这种说法OK 嫩很多含义嗯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像啊这个牛排很嫩啊、tender beef tender beef 就是吃起来很嫩很好吃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对话里呢这个嫩呢它的意思就是啊，没什么经验然后阅历很浅、OK 嗯，好那么在魔兽争霸 Warcraft 这个游戏里面呢你还可以组队是吧江啊，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对啊 So you choose who's on what team before you start playing 嗯，这个就是组队组队然后 Counter Strike 也是这样对吧是的是的都是先组队再开始打对是的 OK 然后接下来还说到什么剑圣这个是什么啊，剑圣其实是这个 Warcraft 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英雄、oh, It's one of the heroes 嗯，他是兽人还是怎么样是兽人种族的 OK 剑圣那这个剑、Blade 是 Blade Master 对吧嗯，对那这个剑是 Sword 的意思对了那刚才我们有剑塔 Arrow Tower啊，两个都是剑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两个听起来一模一样对但都是武器你不觉得这个很麻烦吗我经常搞错什么的我作为中国人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但是呢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方法去区别它怎么区别比如说你跑进一个商店你跟老板说啊，老板我要剑那么老板会问你你是要射的剑还是要拿的剑啊，射箭 that's like shoot an arrow 对那这样也很麻烦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两个词虽然读音完全一样但是它的用法不一样搭配也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它们的量词不一样啊，量词呢比如说射的那个箭是一支箭啊 OK、嗯、arrows 一支嗯，如果是那个拿的箭的话是一把箭啊 because it has a handle 对 OK 明白了嗯，好的后面提到了一个人类的英雄啊，刚才是兽人的英雄叫剑圣，那么人类的这个英雄呢叫大法师。So in the game, it's an archmage. 嗯，那么大法师呢，很明显他会魔法，然后有那个魔法值，对吧 ？So that's like the magic points, or some games call it mana.、嗯、魔法值是吧？哎，是的。那还有 experience points 怎么说？啊，那个叫经验值。啊 ，OK。哎。那 life points 怎么不是什么生命值因为血这个说法好像已经深入人心了、嗯、在游戏当中我们说到生命值的话就会、说啊血多少多少、okay. 这样子但可以说吗啊，也可以说啊生命值 OK 经验值魔法值哎，
就是价值的值对吧哎，是的好我们的大法师怎么样他的魔法值已经用完了然后呢那个非常厉害的玩家呢准备用他的剑圣啊给那个大法师再来一个分身分身嗯 Separate body 对是什么嗯，这个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叫 mirror image OK 就是产生一种就是一个变成三个了OK 明白了嗯哎，只要你知道吗我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里面的那种战斗的那个单位啊都是很丰富的很多对啊是嗯，而且造型什么都很好玩我觉得比如说像接下来出现的那个叫飞龙和投石车啊，飞龙应该是 Wind Riders 嗯，然后投石 Throw Stone Car 是吗是 Demolisher 一种 对对对 Siege Weapon 对对对是的非常厉害啊对所以他们出来了那个人就输了是吧对他说认输认输我退出 like, I quit I give up 哎、嗯，我们说到这里啊一直在说的这个游戏呢其实是魔兽争霸联机游戏 OK so it's the LAN version of Warcraft 3嗯，是的不是 World of Warcraft 对和那个魔兽世界还是不一样的联机的好像我记得可以在那个网吧啊校园网里面玩的对吧啊，对这些我看到过嗯，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喜欢上网吧可能去玩联机游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在想 OK 但是要买点卡是吧对如果说你玩魔兽世界的话就要买点卡 It's like a prepaid game card 是吧、哎、是的但是也会有一些问题对吧嗯、啊、因为它在国内运营的不是很好而且服务器啊老是宕机啊，这个宕机是说 like lag or like the server is going down我觉得好像是各种情况都有吧因为你如果说你作为一个 user 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okay. 一下子你屏幕暂停了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暂停的话要暂停什么五分钟还是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嗯、可能两天 也会啊这些都是宕机是吧对这个我们都说宕机 All right, server issues 嗯，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一个盗号非常严重这个盗号就是 steal accounts 是吧嗯，是的据我所知有很多网游啊可以帮助玩家赚钱比如说他们可以卖装备卖号你说的装备是 weapons items 对是 items 包括武器是吗对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玩家的话如果你经常卖装备啊卖号啊哎，你有可能就成为传说中的网络民工了网络民工是吧、哎、网络民工 Gold farmer Gold farmer On the internet 是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传说中 Legendary、嗯、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啦它其实就是大家都在说啊，有这么一个、职业啊，然后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职业 OK so it's like those internet gold farmers you hear about 嗯，是的 Sometimes in the news or whatever哎，而且、啊、网络民工这个词确实是非常新的一个词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好像他就是做那个专业的网络民工、嗯、哎，而且他的确是好像赚了很多钱他没有盗号吧他不是去盗号而是去卖号的好像就自己打然后自己卖是吧对对把他的账户卖给人家嗯，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今天的对话听一遍 OK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冲啊冲啊兽人总攻开始了切你当我的剑塔都是假的我都升到顶级等着你呢我的牛头人血多才不怕你暗夜精灵快派你的兵出去打他的大部队都在我这儿呢好哎呀不好了兽人打到我这边来了哟厉害的嘛同时攻两家嘿嘿跟我比你们还嫩点儿啊我的英雄死了你个菜鸟
下次不和你组队了。他的剑圣怎么那么强？哈哈，你的大法师魔法值已经用完了，让我的剑圣再给你来个分身。啊，飞龙和投石车也来了。哎呀，认输认输，我退出。耶！哎，你们魔兽世界玩不玩？听说很不错的。嗯，不怎么玩，我觉得还是联机的刺激。玩魔兽世界还得另外花钱买点卡，而且听说国内运营的不好。是啊，服务器老是宕机，而且盗号也很严重。不过玩的人还是很多的，我朋友说他靠那个网游赚了不少钱，都是卖装备卖号赚的。我靠，那你的朋友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网络民工啊。谁知道啊。哎，乔，你刚才说魔兽争霸你以前玩过是吧？对，很久以前刚出来的时候。那魔兽世界玩不玩？还没玩过。哦，是吧？那你觉得你会去尝试吗？我有点怕上瘾呢。怕上瘾可能也是我不想去玩这个网游的原因。没时间对吧？对，一个是还没有时间啊。不过现在玩游戏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嗯，不仅玩，而且呢他们还经常比赛。对，我听说有什么国际比赛是吗？哎，是的，每年都举办的。你去过啊？我没去过。但是呢就是在比如说像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啊，他们都会介绍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叫什么？叫 WCG。WCG， 嗯，什么意思啊 ？The World Cyber Games。啊 ，OK。嗯，它的中文好像是叫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啊 ，OK。嗯，而且啊，在这个 WCG 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项目。项目？你说的是不同的游戏是吧？哎，就像那个奥运会一样，有不同的项目。有哪些项目？比如说像那个反恐精英。啊 ，Counter Strike 是吧？嗯，还有像那个星际争霸。啊 ，StarCraft， 我喜欢。哎，还有那个 FIFA。哦、oh, FIFA soccer game。 哎，对，就是玩那个足球的游戏、啊、还有一个最近两年好像很红的游戏也是在这个项目之中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吉他英雄啊、oh, Guitar Hero。 真的？对对对，是的是的。哎，而且啊，我听说好像2010年的比赛会在美国举行，洛杉矶。啊，嗯，你去吗？我不去。我可能也不会去吧。哎，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会不会去关心这件事情啊。Yeah, we are really curious. So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professional gamers or competitive gamers, come to ChinesePod.com and let us know. Maybe we can help you out some more with your game-related Chinese.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最新的游戏资讯。All right, so we'll see you online. 好，下次课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383.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383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383.